嗨，今天是我们第三天，然后现在是早上4:30降低，那我们现在要 check out， 因为要去机场坐飞机，飞到巴塞罗那。到了塞维亚机场，那刚才很惊险，就是我们错过了应该要搭上公车的那班公车，因为在下一班我们的时间会有点来不及，所以我们后来就改搭计程车。嘿，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巴塞罗那，我们刚刚已经 check in 完了，现在正走路去吃东西。巴塞罗那是跟塞维亚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的都市。再来我们家附近的一间咖啡店吃早餐，然后我点了这个跟一个 hot chocolate， 啊，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这看起来像可丽饼店面包，这就是可丽饼面包。我们现在来到巴塞隆纳大教堂。就是这边，然后它后面就是摆了他们的圣诞市集，他们圣诞市集开到现在，巴士的全部都关掉，然后他们的还有，那我们就来逛逛。现在在我身后这个就是巴塞隆纳大教堂，非常的壮观。娜姐恩赐让我吃一个 churros， 哦，这个 churros 酱，各位，我们现在来到高地设计的圣家堂，就是我身后这一栋超级漂亮又超级特别的建筑，可是它现在好像在维修哎。圣家堂照片完全拍不出它的这种感觉，超级漂亮，就让人想说在那个时代怎么可以盖出这么特别又这么漂亮又这么雄伟的那种建筑，真的觉得很厉害耶。真的是壮观到没有办法形容，就它那个挑高的设计高到一个你无法想象，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它是杂乱中有一种对齐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超级漂亮，这个此生真的是必须来一次，这个真的很值得，真的很值得，我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教堂，认真的。我刚才逛到腰实在太痛了，所以我就先进来一个甜点店，点了一个甜甜圈来吃。这种是我最喜欢吃，是最简单的那种，只有糖霜那种。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吃饭了，然后我们今天又来吃海鲜炖饭。现在因为海鲜炖饭通常都要等个20到25分钟，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再叫一个 starter。那我们今天叫的就是辣椒。大家可以相信我居然在吃辣椒吗？可是其实它不会辣，而且它蛮咸蛮好吃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叫做什么。今天炖饭来了，嘿，大家早安！今天天气超好，可是我早上看只有9度，所以我今天穿蛮多的。那我们今天要去参观两个高地的建筑，一个是巴特罗之家，一个是米拉之家，两个从照片看都很漂亮。那我现在要先去的地方是巴特罗吗？还是巴特吕之家？这就是巴特罗之家的外观。Okay, okay,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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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起。那个高地的巴特勒之家，然后现在来吃午餐。今天午餐的海鲜炖饭料超级多，我的天啊，它这个料有在省钱的意思吗？四只大明虾加上这个贝壳超多，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牛肉，然后还有点了他们这里很有名的就是现炸的柳橙汁。我们刚才吃这家超好吃，这家超好吃。那我们现在吃饱要去米拉之家，也是高地的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之一。这栋就是米拉之家，但是我不喜欢它在上面挂这个字哎。搭公车上山，因为我们要来去一个观景台，叫做 Bunker de Como。 其实我乱念了，我不确定我发音正不正确，但是听说是超级漂亮，然后大家可以偷看到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上面，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上面的 view 长这样，超级超级壮观，感觉比爱丁堡更美。然后现在脚是呈现悬空的状态，超美。高地的建筑，那就是奎尔公园。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等公车。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奎尔公园，就长这样。那它最有名的拍照景点就是后面，就是你可以坐在这个彩砖上面的椅子，然后后面是整个巴塞隆纳的市集。Sabes que ya llevo un rato mirándoteHey， 那我们现在已经从奎尔公园下来了。那因为我等一下跟我朋友有约，但是因为我们提早下来，然后我们现在没有地方去，他就推荐我们来一下吃饭餐厅附近的一个景点，叫做凯旋门，超漂亮，给大家看一下这栋，是不是超美？Que tu mirada ya estaba llamándome Muéstrame el camino que yo voy Oh, tú,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我们要吃这一家，然后现在等我朋友来，我们约一点。这是我们的甜点。Normal, todo mi sentido va pidiendo más Esto hay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各位，那我们刚刚跟我朋友吃完饭，然后我们现在上山来了，山顶乐园，这里好漂亮。不过它这里就是来的交通有一点麻烦，那如果大家有要来的话，建议假日的时候有从巴塞隆纳市区直达这里的车，因为如果你是非假日来，人虽然会比较少，不过你就是要转车。摩天轮，然后还有一个超级超级美的地方。跟大家说一件非常傻眼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来这个摩天轮了，对不对？但是呢，现在是4:10，然后我们刚才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入场，因为这个游乐场4:00就关门，所以我们千里迢迢转了4次车，搭了1个小时的车上来这边，什么东西都没有玩到，我们现在又准备要下山了，就还不错啦，就上来看个美景，拍个摩天轮，然后什么都没玩。所以下次大家出游前要做好功课，如果想要来这里的话，这里4:00关。我觉得这里如果有时间是真的还不错，如果来巴塞隆纳的话。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在巴塞隆纳最后一天，我们又来吃他们这里很有名的 churros。那我们是点两份。
粉，然后炫一杯的巧克力，就是拿这个去沾这个，真的超好吃。我们现在在他们的加热里面，然后要来炸他们的流程。然后他就是按的时候，他就会现场帮你炸。然后你一放开，他就不会炸了。在我们这两天住的 hostel 里面，那因为我们今天要搭夜车去马德里，然后我们的车是晚上11点才开，那因为我们刚回来这里的时候差不多是8点多，就去车站还太早，所以我们就问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先待在这边，那他们说 OK， 所以我们就先待在这里大概惯习一下，那我们等一下就准备要出发去车站来坐巴士去马德里。大家会想说就是好像就是点跟点之间应该离很近，对不对？西班牙超级大，我们从巴塞隆纳坐到马德里要坐5个小时，听说屁股会烂掉，就感觉是还蛮酷的体验。那我们就等一下见喽，拜拜。哇，他坐的跟飞机一样，还有这个萤幕跟这个桌子，然后他的座位也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宽敞，很适合睡觉。现在要走去他们的马德里王宫，那你要分辨国王在不在家，就是从他后。他们西班牙最有名就是这种 tapas， 就是一小份一小份。